隊在我們中裏面隨意去殺我們的手無寸的同胞，更加是可恥的，就是捉了我們的婦女做慰安婦。有曾經有些國會議員口硬無恥的嘛，當時慰安婦為了一塊番蛋兩塊餅乾，去自願出賣身體給一個軍人去凌辱，我有意識就非常之憤怒。證明日本並未因為戰敗國而向我們的死難者、幸存者道歉賠償，所以今日我們普通人同委員會有個大遊行，希望大家一齊嚟到我的面前，東國道依度依條馬路道，而家又係林村重區，集合我哋一齊1點到遊行國會事館，而希望我哋嘅成員，所有嘅成員，麻煩你哋一齊出翻嚟海東嗰度集合，將你好將你前嗰檔嘢搬到呢邊啊，張信明。我哋出嚟呢個集合，帶領住我哋一班嘅熱血嘅市民，一齊遊行到日本領事館，提出強烈嘅抗議。日本最近係沾沾自喜，更加係忘記咗個戰敗國，因為佢最近申領到申辦到2021奧運會。我哋不能夠與佢共同歡笑，因為我哋嘅死難者嘅英靈仲未得到病人嘅安息，而幸存者亦都垂垂老矣。獨先一句，死得一個得一個。而在上個月有一個98歲的曾經是被知道慰安婦的婆婆也都是失明，現在在中國裡面還有一批的慰安婦，她是患了抑鬱症，不敢面對家人，不敢面對群眾，因為中國人的重量就為她的身體被其他人玷污了，她覺得很羞恥，同時也很憤怒。日本為何這麼多年來還未向我們的慰安婦道歉賠償，我們的幸存者、我們的死難者道歉賠償，所以他們百感交集。而今天我們保障委員會秉承這個的熱血精神，秉承這個追討日本道歉賠償、抗爭道德的精神，我們今天搞個大遊行，請大家有意者來到我們前面這裡，我台前這裡，大家集合，我們希望大家能夠與我們一起遊行到日本領事館，提出強烈抗議，一定要日本道歉賠償，是正式是官方向我們中國的死難者、幸存者道歉賠償，並且停止抗爭軍力，立即滾出釣魚台。我哋保人道委員會過往得大家嘅支持，亦都買過3條船，亦都話多次出到釣魚台。當然，每一次都係俾日本嘅軍艦，佢橫蠻無理，罔顧我哋成員嘅生命，我想去撞沉佢嘅船。而其中一隻最早期嘅保釣船就係木船，亦都被撞沉咗。唱埋釣魚島裏面，海底裏面，呢個係3000公尺。各位同胞、各位市民，希望大家聽到我呼籲話，請大家一齊嚟到我前面呢度集合，一時間我哋會遊行到觀景館，提出強烈抗議。侵襲我哋嘅中國係80多年，呢80多年裏面。日本因為戰敗國而去道歉和賠償，我現在下一位，我們就是立法會議員梁國雄的長毛，長毛在我眼中，喂，長毛唔該，阿媽陳總真，香港人真係長毛。
好，你先开麦，我先开。啊，各位，咁就依家我就去揾阿梁振英嘅。我唔知有几多把口。啊，我唔知问佢话点解你呢一个俾麦船出台啊？呢话叫佢落台啫，问方茂哥，你即系呢个真系一个非常之荒谬嘅问题。梁振英三番四次咧系。是要搞外交，咁外交佢真係唔在行啊！因為我係未聽過一個地方咧，係會對自己嘅國家嘅國民向呢個侵略者抗議咧係採取留難嘅。我舉個例，東京嘅市長係為軍國主義講嘢嘅。大阪個市長仲離譜，仲話呢個慰安婦咧係應該嘅，咁得喎。唯一係國際城市嘅呢個梁振英係對呢啲事完全係唔講嘢嘅，有一個態度，就係今日大家點解要嚟啦？就係、是、唔俾你上海。你話死唔死咧？你話佢咪真係 PK 咧？各位，918，好簡單嘅啫，各位年輕人，呢個就1931年9月18日。呢、这個日本突然間進攻我哋嘅呢個東三省，就咁簡單噶啦，一佔就佔咗。去咗1945年，即係話1937年全面侵華之前有6年係霸佔我哋土地嘅，係咪？冇講佔台，淨係咁呢個呢件事應該寫紀念噶啦。咁啊，梁振英有咩表示咧？梁振英有咩表示？梁振英表示就係話俾你聽，你唔好出海，放低你，拉你，拉你，拉你拉你我有曾偉雄，一定去，一定去又得 ，OK。我有張德光曾偉雄，出去。啊得，好啦，我唔知張德光講咩啦。啊張德光，話曾偉雄做得好，張德光，我哋會叫曾偉雄拉佢哋咧，我真係唔知。好，咁我咧就會跟住個旅行，跟住咧我就會走去呢、這個嗰一隻路玩嘅梁振英，我唔知有冇機會問佢。多謝大家。各位同胞，今日係1980年，當然我哋希望藉著呢個咁沉重嘅日子，我哋希望有一個遊行去到日本領事館，要求佢就在82年前侵略我哋中國嘅東三省，最後要做咗整個戰爭，向我哋中國嘅同胞道歉同埋賠償。我哋嗰陣間亦都會去咗解放軍總部，就向日本。佢雖然戰敗82年，但從嚟未曾停止過侵略我哋中國人心。而家佢哋都侵略咗我哋中國嘅領土釣魚島，所以我哋會去解放軍總部，要求解放軍盡咗佢軍人嘅天職，保土衛國，幫我哋香港嘅保釣船喺香港出發嘅時候，一定要全力護航，同埋我哋一齊去宣示主權，俾日本人呢個迎頭痛擊。所以我呼籲而家喺度，今日放緊假嘅同胞，我哋一間起步嘅時候，同埋我哋一齊流行去到第一個站解放軍總部，第二去到日本領事館，好，要講道歉賠償，好，歡迎大家加油，好。我哋團隊今日咧就係諗住。遊行兼送船出發嘅，但係礙於我哋嘅船未維修好，我哋相信啟風以後將會喺呢個月底就會啟航，希望到時大家可以一齊送保釣船出發。多謝各位，兩個，你大家一齊，我就坐到位，好唔好啊？阿哥，俾條俾你，阿小強，好唔好？後面拉高前面。行翻過嚟先啊！你個工，你個工。
兩個兩個，嚇！到咗我哋而家嚇，即係下邊嗰只好似可以踩，同埋佢係中省係中國嘅嗱，嗰啲軍國旗同埋日本旗咧，可以帶曬去。我哋去到領事館度燒曬佢嘅軍國旗，嗰啲全部帶出去。
贯彻地域的。Thank you.